真没事儿，有人蹲都没事儿。生存是我们都。猫和老鼠人呢？呀、啊？哦，他们在中路偷人，可能在偷钱一下。那我们搁这儿逛一圈。搁这儿逛一圈吗？安全一点。你看我跟佛佛，顶级选手的顶级思维。确实。不知道过去干嘛的。哎。我这位置没事儿，他们有可能亏。完了，要是被发现了，他们直接从这跳过来，不会，直接下课。我喜欢这里。他们没有后续啊，跳过来。走，这个跳过来应该进行的时候太恶劣了一点。我、他们在我们也是，他们真要来，先别开红，先别开红，我们看要看，要撤要撤，你们拉扯一下，你们拉扯一下，五个他们扎克也在，走了，走，要撤，看一下霍克，点人，我撤了，走一下那个，先不走，先过，要走，走一下，能下来 A 他吗？你这个有点难，哎，我们在这看一下鼠子。哎，他没闪到，对，他没闪，我操，他们还过去了，弄他，乌哥，我可以弄，他走了，弄不了，没有 W， 我还有点燃的，一会儿你跟他 A 到底，我可以闪现点燃的，虚弱治疗都用了，闪现也没了，我们可以闪现揍他，对，老鼠没闪的，我们可以闪现干他的，你先霍克一下，来 A 他，再看一下，来。岩雀男二级去下，你们这个状态、这样子有点难受。A 不到，没事，他们应该。哎，是收人，哎，是收人，去帮人去下。我刚刚想着我们俩直接把他点死的。我不想交钱。我没有，我也没有治疗，我治疗交过了。就是我的意义。没事，推吧，直接 push， 快推吧，推了两级，我觉得能打。他岩雀也没闪的。他 Q 和 E 没有 W 的，没有 W 的。再 A 再，我闪过来了。将会改变。对，来，那岩雀用了闪，刚用。不是两级抓下，我操！你以为你是厂长啊？那厂长玩的是头猪，还能过一两下？你这个是个啥？我来了，这个没闪，过过。我在看过。嗯。怎么没血？他没闪呢，可以啊，双天星。可以啊，我们有点速推，推的有点慢。哎，他有闪的，乐，你要练到，你要练的。没 W 了。和平。我扛到我了。哎呦，阿乐成长了！阿乐成长了。第一次见到乐，是我第一次见阿乐游走啊，讲实话。阿乐这成长了，我操！不赖线了，纯纯的第一次，这辈子的第一次。那我好喜欢。你玩波比，继续把他上满区了，延续在下，延续在下，还直接干。他有三级，他有三级了。太多了。啊，我轻一点。你们最好是只吃刀，他延续只能抓下现在。好。好。我没有意思。延续在，延续在，要来干你，要来干你。我来救你，我在走位。躲不开我。开一下，我操，真可惜啊。妈的，你装什么？你装什么？老子问你装什么？装什么？扭不开，好可惜啊！我看。我是为了狩猎而来的，但留下来是因为仙女的果实。推吧，我们把这不推了。逼了，大哥把我打断了。你们这波下路线前方应该要避吧？我就不来了。他们那个打野也不在。扎克没那个了，没踢。我们的世界下方有一条河正在流毒，红色敌人了，就是解药。我避了，来下吧，兄弟。老鼠有闪，没伤害。
我130秒。想想有这样一个地方，永远是黑夜，而你不肯放弃期待那永远不会到来的黎明。老鼠在剧中，老鼠在剧中，老鼠往中走了。我们下路在控线哦，老鼠在我这。我操，这么狂，回不了。他虚弱用的下波，我要肿他了。岩雀能看中啊！我在下路。哎，可以追吗？可以得到吗？追不上。拿攻速点，好了，快了一滴。推吧，这不推了，我有点燃。岩雀这不能下呀，这里有果子，你可以吃，有果子。他这波跟你打，我们就跟他欧了呗。有个 Q。可以啊。哎，我好像在试，我刚看到被动了，我帮你们推完线吧，行。吃果子。我刷野球，刷野球。吃了我也得回。哎，岩雀，岩雀，救！救！坏了，不打不了吗？还没意。我操，对面怎么来劲啊？回忆、爱和希望都是最没有必要的东西。没六呀！哇，畸形白桃！我操！老鼠用闪了，我们俩看一下这波能不能给点压力。我没闪，他没闪，我留不住，我马上六级。他再输的话，我就给这眼打。就不让他俩那个呗，不让他俩吃。可以可以，你可以断。生存意味着有。我看吗？我六了，我六了，看一下看一下。我操，真的假的？哎。OK， 没闪。没事啊，这能把我抬回去啊？我穿红能直接动线。哎，老子没 Q 出来，射他射他，两边中路都没大。牛逼，顶级，这个线可以不用扑袭，不用扑袭，不用扑袭。哎呀，老子差最后一点点。虚空不是一个地方。Q 不出来啊！哎，我操，我还差一足野啊！我在看，抬完野我能到六。好，岩雀有用闪了吗？用了。岩雀扎克能游走，扎克都没闪，还不如在那个艾迪呢。我的第二身皮，哎，好烦啊他！这打野就这么无脑吗？卖！老鼠在下方，在我腿上。这死了！交个闪，没事。你升个六，我们俩还能干。嗯，我6.9。但没事，他来不回来，那老鼠。老子车好像漏了，有眼的话给我 A 的，我有他加 E。我操，没看到他赎回了吗？回来了，对了，我也回一下。上路小心啊，乐。卡莎，记住这个名。吃果。别看，你来吧。老鼠来着。眼镜好像上半区啊，下半区没看到人。努力站住！这不突然闭了，有人闭了会闭很大的灯。老鼠隐身了。老鼠隐身了，他不知道去没去中，应该没去。在这，我快六了，我有点。我挡。我六了，你打吗？我操！往前走。用着急。到底要干嘛？啊，射死！妈的，给射死了，射死！到底要干嘛？我们两个双射，我操！
去刚推完，好像是往上走的了，刚去而已。他那个动向。我回来了，也变强了。稍事休息，旅程还会继续。精华 Q 了。我三十秒的。永恩这波先动的，没想到。感觉对面都很激情啊！我有踢啊，下路需要我吗？给他看一下吧，应该不用。两来了，我来了，来了，看一下看。专注，破土都是我的。我吃一个，什么都是你。敢都不敢言，哎，我 A 一下 A 一下。哎，你在，你在想？我大我大，看懂了。懂了。开大炮！我操！对对对，这根本跟不上啊！这剑没他快呀、啊！要么打，要么跑，只是现在。走不？我的妈！老子可能去中了，放点好游戏。OK， 两文没血没。扎克可能会去中，猴哥，扎克可能会去中。啊，我跟火车在旁边。能跳出大吧？能打。大当没大，永文有大。大不行。好，不要来了，算了。不然其他人。打个要打个十分回家。叔叔在哪儿呢？叔叔还在这儿呢，叔叔。岩雀可能去上了，永恩会逼你们。怎么说？给盘一下眼。也变强了。有可能是想抓我放这里。岩雀有闪吗？有啊。感觉我们合理可以合理利用一下，扫到眼了，我来。啊。回了，买神化妆去了。我救你呢。哎，往上爬，可以搞一下。我的，再来。没事了，他把月了不？两秒钟，没事了不？没闪，一滴一滴。我去，应该是可以。有点难跟，他有闪的，掰他，应该能打不上，掰不掉，不掉，走，杀人去，没了吧，可以猜，猫和老鼠兄弟这组合，虚空中第一法则，别死，靠，有个永恩，猫和老鼠太有实力了，猫和老鼠，对，你说太有实力了，猫和老鼠，那你非常来跟我打打他，看他能不能有种，哎呦。这也拿不了，像没伤害呀！我完了。危险很真切，恐惧只是幻觉。我在，我在。闭眼，我们都是手下吧？他没有主动。哎，他被粘住他了。哎呦，我这个 W。没果冻。没有一剑。我操，没有果冻的吗？果冻。他没有果冻。我的心。我的。爱情吗？道具。我靠！这么买钱吗？老鼠可能刚去装哦。老鼠刚出门又要死啦！你别告诉我。别点这个。还玩吗你们？你不玩了吗？早。玩啊！我菜就多练多练。